多人过来买海鲜啊。我中意腥味啊！唔腥味我最中意噶。啲虾点卖紧虾？你蝦點賣㗎？十幫我攞條，嗰條有幾重啊？稱嗰條有幾重啊？嗰啲蝦仔點賣啲蝦啊？蝦三十隻，賣三十。嗰种白色噶啦，佢几多钱噶？30毫噶，唔系都有鱼仔啲卖噶。鱼仔通常有二卖噶，三十五蚊。蚊二啲卖噶，20咩？嗰啲咩鱼嚟噶？嗰啲咩鱼嚟噶？鳝仔咯。鳝仔几多钱啊？
4蚊斤，4蚊斤咪。帮我称两斤扇仔啊！帮我称两斤扇仔啊！钱二点卖啊？钱二啊？钱二点卖啊？点卖噶？问而家钱啊？咦？问而家钱啊？十八蚊咪？今日咩节日咩？今日系啦，7月14日咯。哦，怪天咪。哦。又热啦。系啦，热好啊，悭咗个水。点卖噶吓？28蚊，20斤。几多？几钱啊？18蚊。再称一下。到了。你哋有支付宝噶嘛？姨。有啊。支付宝。今晚吓。支付宝有吗？有招貨，我輸咗啦。我輸40，33。80蚊咩？80蚊啊！一个44，一个33。哦，46拉埋79咩？47。
我买到啲海鲜嚟噶，妈。